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豆花面，首选豆花面，很多地方都没有，配上我们的蘸水，好吃得很。没觉得这次特别奇怪吗？怎么呢？以往我们去寻找美食，不都是要到那个大街小巷吗？哎，这怎么跑到一社区了？酒好不怕巷子深。李三豆花面，哎，您好，哎，您好，您好，这是拿的啥呀？套餐，哦，这是免费拿的吗？这个是免费的，就这个豆花面的，啊，豆花面的套餐。您点的这个是蘸水，哦，蘸水，蘸水在贵州是灵魂，所以点面之前咱们先拿一份凉菜，再来两份蘸水，这就有灵魂了。您刚好拿这两份啊，我们就帮您接着。行嘞。应该坐，谢谢。怎么点菜？黄面还是趴面？你点黄面，我点趴面，这样咱俩都可以尝一尝。好的，一份黄面，一份趴面。好，青多还是红多？青多还是红？你点青多，我点红。红多就是辣椒多，青多就是薄荷多。那我要青多。我要红多吧。红多。它其实这个豆花面啊，相当于就是把这个豆花盖在面上面，所以你一次能够吃到两种不同的味道。对，来，咱们先学一学怎么吃。这两碗都是你的，都是我的。今天没吃早餐，要吃两碗才够。你这个吃的顺序是什么样的呢？吃豆花面之前，先喝一口高水，再吃一点豆花，蘸一点我们的辣椒蘸水，蒸鱼辣椒可香哦，辣死哦！这个辣椒里面有花生米、肉丁、关键生、薄荷，蘸了豆花就蘸面条。哦，按照大哥刚才给我们的建议，先来一口豆花，怎么样？好吃。再把面，再蘸一下蘸水。对。大哥，您先做法啊！我拿外面透透气。哎，萨老师瞬间脸红了。我们出去吃了，大哥，不打扰您了，谢谢您。有没有贵州人点的红多的？红的。你点的红多啊？红的。哇，太辣了！不辣呀，贵州辣椒那么香。你们这么凡尔赛吗？都一点都不辣。一点都不辣。我三岁就能吃海椒拌饭了。三岁用海椒拌饭吃，真的。辣吗？辣吗？辣吗？没事儿。没事吗？真没事。辣呀，贵州辣椒那么香，一点都不辣。我三岁就能吃。
吃海椒拌饭呢。难道我的舌头是假的吗？哎，薄荷好像它就没有那么辣了。哎，有可能用来点薄荷叶子。薄荷叶是我们豆花面的灵魂呢、啊，没有薄荷就不好吃，这个蘸水就差，差味道。哦，有薄荷有那个清香的味道。香吧？嗯，对，带上薄荷感觉确实没那么辣、啊嗯、要香一点、嗯、他们家在这个小区都开了八年了，开八年我吃八年，感觉给您开了个食堂在这儿。对，这就是特别幸福的，就是早上起来一下楼就能吃到自己最爱吃的早餐，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情。哎，你不觉得这早餐特别健康吗？豆花是很好的植物蛋白，碱水面碳水，还有青，又是有了蔬菜纤维。对，早上吃这么一碗，全有了。而且咱们边聊边吃，这个面都没有坨。嗯，对吧？一直这么筋道。您一块哎，上来吃。哎，老板。哎，嗯，味道怎么样？太好吃了。太辣了。太辣。老板，您贵姓？我姓李。嗯。你这问的呀，李三豆花面，那他不姓李怎么？姓李，一姓李嘛，在家排行老三。老三，李三。所以您是创始人。我是创始人，创始人。嗯。开了多少年了这店？30年了。那前20年是在南京路，前面还有。啊。种种原因吧，都换了几个地方。现在年龄增长了，加上身体不太好了，准备把那个传给女儿。哦，那是人丫头。那是我女儿。我想叫闺女接受这个店儿，她不干，我磨了30年，闺女才同意。同意了，现在同意就接受了。叫闺女过来坐。来，坐会儿坐会儿，正跟你爸聊天呢。你爸说，一开始还是有想法哈。本来是打算在40岁以后，然后接手这个店。嗯。就是因为父亲病的身体不好，然后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说，那我干脆就接手这个店，我说把它就经营下去。因为确实我也看见，就是爸爸身边很多老顾客都在说，哎呦，三哥就这样喝了三哥，哎呦，你的店你不开了以后，我们没有吃面的地方了。我觉得别人就很认可我爸爸嘛，然后我就放弃我自己热爱的事业，然后我说我来接手这个店，就放弃了我最心爱的事业。是什么？做健身教练。哦。你完全可以把这两者结合到一块儿。对呀、啊，其实现在是结合在一起的。对呀、啊，每天就是早上起来把店开了，开到下午，然后晚上我就去上课。你实际上现在是最幸福的状态，自己热爱的、喜欢的，和家里面对期待的都能平衡。对，就是这个也是父亲的心愿嘛。其实自己做这个店就是。也吸收了很多新顾客嘛，然后也在就是说，哎，你们家豆花面真的很好吃，我们下次再来，这些就是能让我继续做下去的力量动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老在说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其实人生的价值最宝贵的就是能为别人创造幸福，自己与此同时还能分享到这份幸福。所以他每天都在获得，每天都在快乐当中，多好啊。我最羡慕他的一点，是他的父亲几十年攒下来的这些老顾客。对，这是做餐馆最宝贵的。对，这些人的最爱就是豆花面。豆花面，我们进的原材辣椒，我不和你讲价。你们不涨价的？8年前和现在是一个价。哇，坚持8年。这个太不容易了。我不会去进便宜的辣椒。原材料还是用最好的材料。他们都说这个灵魂就是辣椒。这辣椒是什么辣椒？二荆条和那个灯笼辣椒，两种辣椒来制的。那个二荆条它是辣，香味差。灯笼辣椒它是香味浓，辣味差一点。它两种又合在一起，哎，互补，它又香又辣。还要放什么香料吗？我制作的那个秘密就是不加任何佐料，用最好的辣椒制出来，它就是最好的味道。这个辣椒油是您自己做？30年都是我自己做。蘸水是完全出自李哥这手。就这样，不让它发锅就行了。
他说叫炒辣椒，其实有点像熬出来的。熬辣椒，熬辣椒，好香啊！好香。遵义的美食特别多，好吃的早餐也特别多。您觉得最好吃的早餐当属什么？豆花面。豆花面。我们家的。豆花面。遵义的羊肉粉也好吃。哎，我没吃过羊肉粉哎。那你们去感受一下。行，祝您生意火火。生意兴隆，谢谢谢谢，再见。谢谢，谢谢老板。哇，谢谢哎，不客气，慢慢吃。谢谢。哇，哇，好香啊！好暖胃哦。我喜欢这个汤，它那个羊肉味更足。这是什么东西？应该是一种辣椒，你闻，有点巧克力碎的味道。哎，大哥，我问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啊？就那个干的那个。哎，这是胡辣椒。胡辣椒。把它直接放在粉里面去。哦。我来一点试试，因为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不辣的。这是我们粉的绝配。这个油炸饼，还有我们的泡菜解腻。谢谢谢谢。慢慢吃啊。好，谢谢。哇，那个饼可以泡着汤吃，然后你就泡进去蘸一下就行了。啊，泡饼，把饼撕开以后泡进去，泡到这羊肉汤里。在这吃饭一定要跟当地人多学习，各种不同的吃法。哎呦，太棒了，我这顿我就敞开了，我跟你讲。终于吃到了传说中的羊肉粉。两位老师吃的怎么样啊？特别好，特别好。您是店里的老板？哎，对。喝汤了吗？喝着呢，一直在吃。一上来就先喝汤，觉得这个特别香，特别鲜。我们这个粉讲的就有三好：汤好、粉好、辣椒好。不仅食材要新鲜，而且要选用我们本地的土山羊。我们这边有句话，羊吃百草，全身是宝。在我们熬汤的时候啊，我们要放羊肠、羊肚、羊肉一起熬，再加入我们贵州的白酒，它不仅能去羊的膻味，也能很好的把个羊的鲜味提出来。我们这个酸粉只有我们贵州才有。这个粉是经过发酵过的，它的保质时间不长。对，那所以运不出贵州。吃的就是这口那个原汁原味的新鲜。多吃一点。辣椒好。这种辣椒我是第一次见。我们这个有三种。二荆条、大红袍。还有灯笼椒。我们选辣椒就是要选那种香而不辣的，因为我们要照顾到客人的口味嘛。哎，你看那个小姑娘就在吃。所以她这个辣还不能特别辣。这个辣度真的是很适合。老少皆宜。很适合。老少皆宜。一天你们最多能卖出多少碗？就最高峰的时候创纪录的一天，冬至吧，碗的话五六千吧。一天五六千碗。我的天，你们这儿是不是也是中午就关门了？我们家是365天24小时营业的。哎呦，这个可不容易，365。对，
羊肉粉是我们这一人的乡愁，我们这一人吃羊肉粉不分时间段的，早中晚宵夜都可以吃，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来吃。哇，哎呀，我们也为了不让客人跑空嘛，365天，对，365天，春节，大年三十，24小时，对，24小时。关键你给别人提供的是一个温暖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到了凌晨4点5点还有一盏灯是为你开的，你随时可以在这儿找到一个落脚的填饱肚子的地方，像家一样的亮着灯等着你，这是人生的一种幸福。这儿的人们生活的特别从容，慢城市，对，这就跟这边的辣椒的味道一样，它既不会太辣也不会让你觉得不够劲儿，香而不辣，真的适合所有人。适合吃东西，对，天气好，胃口就会好。这是你第几次来贵阳？人生第一次来，是吧？你呢？同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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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第一次来。对对对，这边是相传美食特别多。你是不是听说折耳根？是吗？你试过没有？我吃过，我吃过鱼腥草吗？云贵川的人爱得不得了。是，我也想跟他们交流一下，就是它好吃在哪。但是先填饱肚子吧。大家早上吃什么？娘娘，请问一下这边人早上都吃什么？吃什么？嗯，牛肉粉、肠旺面最好的。牛肉粉，还有比如说肠旺面啊。肠旺面，它有一种兴旺的一种象征。经常吃，经常旺。在那个肠旺面里面盖一个煎鸡蛋，太完美了。炒拉面吧，破酥包很好吃。破酥包？对，破酥包。不是背的那种破酥包。炖米饭啊，牛肉粉啊。但是来贵阳一定要吃的就是炒拉面了。有特别推荐哪一家店吗？太平路那边有一家陈长旺。陈长旺家。陈长旺家。陈长旺家。那正宗一点。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那我们就吃那家好不好？好，好，好。啊，陈昌旺，啊，就是这家店。三碗鸡汤啊，来一碗红皮，来一碗红枣。三碗鸡汤啊，红皮，来碗红枣。三碗鸡汤啊，来碗红皮，来碗红枣。老板你好，你好，我们两碗炒旺面，好吗？啊，我要加煎蛋，加个卤豆腐。嗯，好。嗯，还有一个问题我要给你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的习惯是真的喜欢放在煮面水里面随便烫两下拿出来的，看一下你们要吃熟一点还是要吃生一点。我想吃熟一点的。好的好的。一碗肠旺捞王千条，一碗捞王千条，另外还有一碗肠旺是绝皮王，加一个嫩煎蛋，加一块卤豆腐，一个嫩煎蛋，一块卤豆腐，好有特色呀！这个就叫喊糖，喊糖哦。好了，你们请坐吧。
叔叔你好。嗯，哎，娘娘你好。你们吃这家店有多久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吃去的，拆迁以后他们搬到这了，我们还是跟着在这跟着他走，哎，跟着在吃，几十年了，老地方，老地方吃，绝对是一种幸福，真的，能够在你熟悉的地方吃到熟悉的味道，其实对于人的心是一个很大的抚慰，嗯，是的。一碗肠旺，一碗老王红青，加个煎蛋，加块豆腐，我的。哦，谢谢，好，谢谢。哇，这个看起来脆烧，看起来好，这个是以猪脖子的肉，猪脖子的肉，先是把它加工成那种像油炸一样的，然后再炒，炒出来的，然后叫脆烧。真的很有口感，特别筋道爽滑，加了醋更好吃了。对，哇，这个太爽滑了。面的话呢，主要是由这个荞麦、还有面粉、鸡蛋、碱水，按照一定的比例调和，揉出来以后，再把它分成一小团一小团的，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然后让它进行发酵，第二天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用，我们叫做过荞面。要尝尝这个旺。您吃的这个的话呢，这个是老旺，全部把它煮熟了的这种。哎，虽然是老旺，但是特别嫩哎。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猪血来做的。嗯。猪血和水按照1:1的比例来进行一个调和，然后沉淀一下，凝固好了，然后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的加工。他的那碗的那个血旺的话呢，就是嫩旺的那种，在水里面穿一下，3到5秒左右就可以了。吃起来的口感的话，就像果冻一样那种口感。嗯。嗯。太舒服了。哦，你吃了吗？吃了。你吃的是荞麦面吗？啊。你喜欢吃这个吗？还可以。还可以。就是面有点多了，吃不完。那你要多吃一点啊，才会长得快啊。一般我减肥就吃的很少。你还减肥？我们家最早的话是从1960年就开始经营肠旺面的。那一张照片上面那个是我爷爷，左边的那一位呢是我父亲。跟我爸学的话大概学了3年，我已经是第3代了。这家店开64年，真的很久了。因为我刚刚看到它也是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这个做法就包括这些所有的配方，其实从那个时候一直都维持到现在吗？我们一家3代目前沿用的都还是我爷爷最初的那种加工的办法，所以今天你们吃到的这碗面和60年以前的那碗面其实是没有多大的区别的。哇，这个太有感触了。像你们在点餐的时候，我小郭他就会喊后厨那边呢，我们又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系统来煮面。哦，这个你认识啊？这个就是我们家的密码本。然后这种这个是肠旺面，像您刚才吃的是老旺的那种，那我们就用一个这个来代替。哇，这已经老到这个份上了。嘿嘿，这个就是老旺。你看着特别硬。对。还有这种加大肠，这个就是风干了的大肠。嗯。那个是个骨头吧？这个对，这个就是排骨面。排骨面。这样看起来更直观一点。它这个实在是太多种类了。那个你猜一下是什么？我猜这个应该是红粽。是这个意思吗？对。你居然知道这是红粽哦。这一套密码系统要我学的话，我可能真的要学了个半个月。像每天都在听，每天都在跟着学的话，差不多也要2个月左右才能够完全把它记下来。我还说我半个月呢。这个可能会有点困难。是的呀。很长，是不是可以？我是不是可以试一下怎么样？就是哎，对，一碗肠旺红粽，一碗肠旺红粽，哎，正宗。哎，是不是这个汤也很好喝？这个汤就有点辣了，汤有点辣。
这个汤还是蛮有感觉的。哇，你已经吃完了这一碗。嗯呐。还有一些八九十岁的一些老年人，儿子或者是女儿也是推着轮椅带着他来这里吃。他亲口跟我们说，他说几十年前就吃着你们家长旺面，现在出门不方便了，他说只要每一次一出门，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先来你家吃一碗长旺面，嗯，然后吃两口面，喝一碗汤，嗯，不错，还是原来的味道。守住了几十年了，就是这个味道，就是能够守护他们的胃。嗯，一碗长旺面浓缩了一个贵阳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一种期许。吃长旺面的话是已经属于是刻在贵阳人骨子里面的一种东西，然后现在的话呢，长旺面呢也变成了贵阳的一张名片。也祝陈老板这生意长旺啊。谢谢谢谢，拜拜陈老板。谢谢，慢走慢走，姑姑再见。谢谢，拜拜拜拜。菜市场水果摊儿，你看桑葚特别新鲜。张老师你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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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是我们最近整网把菜市场。把子啊，也是一个云贵川这边的说法。叫把子，叫把子。哎，你看有水产，有菜，有水果，还有辣椒，这是到了贵州少不了的一个食材。贵州的一道风景。几乎所有的摊儿都有辣椒的影子。这儿是有多少品种的辣椒，请你猜一下。这个叫酸海椒，这糟辣椒，糟辣椒，哎，这个是酸辣椒。你要不跟着那个高手来，你买不明白，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谢谢啊，好，再见。Hello，C。您好，你好，您好，哎，姐姐您好。哎哎，这个好哎，哇，这个辣椒很有意思。清晨好，我们家这特产嘛呗，自家做的呗，自家加工的呗哈。这是样品。您也叫李三儿啊？嗯，对。我们今天已经碰到好几个李三了，是不是？就是最简单，您也在家排行老三。对对，排行老三。排行老三，姓李，他就叫李三。从此以后我也改名了，我在家排行老二，叫傻二。上次你看一下那个糟辣椒，我看看，这就是正宗的贵州特色了。这个它装在坛子里，这个有点更秘制。对，这个里面是不是也有酒啊？这个有酒是吧？糟辣椒呢，它是乳酸菌发酵的，糟字儿都跟酒有关系。这个这样吃有点辣是吧？有一点点辣，但这个炒饭的话特别好吃。我觉得酸更是吗？更。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它那个怒辣椒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腐辣椒，纯辣椒的东西。就这个棒子比我的年龄都大。这个店开了有30多年了。他就是跟着摊子长大的，小的时候我都在帮他们弄，一直帮忙的。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被辣哭，然后辣醒，第二天醒了去上课，身上还是辣的。哦，就是那个辣味已经都渗到毛孔里面了。对对对，我现在在这呼吸这个空气都老想咳嗽。我刚才在这冲这个两下就咳嗽了。这种声音本身也是烟火气的一部分。是的，你知道吧？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听到就知道这有个辣椒铺，你知道吧？好。我来结账。哎，这是那个蕨菜是吧？那个还有一样菜，鸭脚板也是野菜。野菜。它跟那个鸭脚一样的那个菜。这怎么吃？炒着吃？烤啊，上火锅来都可以。哦，上火锅也可以。嗯，蔬菜，新鲜蔬菜。这个是柴胡，折耳根，折耳根，这个对嗓子好。对，哇，
这还有这个专门烤的这个烤辣椒、烧椒、虎皮辣椒，烧了西红柿。来到遵义，一定要品尝一下各种味道。遵义蛋糕，遵义的脆皮鸡蛋糕。哇，吃着跟那个饼干的感觉一样，不一样吧？它是它外面是脆的。好，谢谢，谢谢了。我们这么快就已经到餐台上了，张老师好，你哎呀，李老师，张老师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又见面了。那我们要先去把鱼买过来，买一条鲤鱼。哎呀，鲤鱼好啊，鲤鱼怎么的好？本草纲目专门说到的鲤鱼，味道是干的，心是平的，有很好的养脾胃、补中益气的作用。谢谢，好，好，鱼好了，鱼来了。这个鱼含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DHA， 对大脑，尤其是孩子的发育，大脑特别重要。我们要先煮糟拉鱼，接下来我还能干嘛？加一点油，加油啊！我来。这个火您觉得可以吗？现在大小还可以，我这边准备好了，就刚好油温起来了。这个鱼呢，一般它有倾向，像这里开刀，这里它有个鸡。哇，哎，秀男，哎，鱼线就抽出来了。便于它入味了，我们就开一个斜刀。食材它也有生命的，我们还是要跟它做一下按摩，让那个姜葱味充分的渗透在那个鱼里面去。温度还不够，这会儿呢就只有五成油温，五成油温，您需要在八成左右下锅，这放下去以后就要让它一下子就把那个表皮的水锁住了。像那个糟辣椒呢，实际上在我们这边呢也有很多年了，最好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回家，父母要下地种地，我们回家没饭吃，看见家里面只有冷饭，舀一碗，舀点糟辣椒拌着就吃了。说为什么我们这边呢？你走在哪里都知道，辣椒是灵魂。这个糟辣椒我还真的特别感兴趣。所以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一方食物也养一方人。所以在这儿为什么吃辣椒不起痘，皮肤也很好，因为这儿合适，对吧？辣椒就是我们一味中药啊，对，发汗。因为贵州是高寒地带嘛，对，这里相对来湿气比较重点，湿气比较重，它有祛湿，对，对。哎，这个差不多了吧？还要，我觉得可以了。现在，这个泡很大的，你看这个味是冒小泡了，就是说鱼的皮已经炸脆了。如果说像你们没有那个辨别的那个的话，你们可以在家里面，你用筷子，这个鱼肉厚一点的，你看这个剖下去已经透了，就证明刚好透了就行了。哎。旁边真的有咱们的现场的这个市民在很认真的学，大家待会儿把学费交一下啊。待会儿就是放我们的灵魂了，烧辣椒。颜色真好看，还到现在为止一点盐都没放，什么都没有。因为烧辣椒呢，它是以酸来代替盐的，烧透了，他说你看。这轻轻的就进去了，啊，很透了。刚刚那个糟辣椒没有去调它的味了，哦，再加一点料。然后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加点这个醋，锅边醋它是真香的。啊，刚刚没有这种香味，这会就有种醋香味。真的又学了一招。这就红红火火的，就红红火火。鲤鱼啊是很吉祥的鱼，现在我们手机看得多，电脑看得多，眼睛很干涩，那必须多吃点这个鱼，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女同志啊，胎动不安的时候抱条鲤鱼吃一吃，这样就治按摩好。还有这个鱼里面 DHA 20奥台6烯酸，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你像小孩子的，我们的大脑的细胞膜的发育啊，这个记忆力啊，都需要这个东西，所以特别好啊。哦，
这款肉就来了。哇！来，盛兰。谢谢。哎呀呀，香、酸、爽、嫩、鲜。真的是嫩到，这叫入口即化。入口即化这个词可以合适的。但是呢，它那个鱼肉呢，又恰好在熟透了的和那个原本的那个鱼肉的那个弹性之间，又不是那种完全烂到嘴里一下就化了。开饭，我看看这鱼转一圈，最后到那边还能不能剩下。怎么样味道？哎，一看你会吃，挑鱼肚子。鱼肚子这一块的肉其实是最好的，对吧？没有刺。对，没有刺。鱼这一块好。小朋友，哎呦呵，会吃。味道怎么样？好吃。形容一下。很辣。谢谢，再次掌声感谢。谢谢姚师傅。这样，我再推荐一下我们池水的主宴的一位厨师。我们吃到辣椒了，现在我们该吃竹笋了。好，有请我们龚经理。好，来点。哎呀，你好，你好。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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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您要给我们带来的是关于竹笋的菜。对，因为我们最近有个地方叫池水，池水它是中国十大竹乡之一。赤水竹海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38万多亩。竹海里面遍地是宝，有什么竹笋啊、竹燕窝啊、竹毛肚啊。今天几位来到遵义嘛啊，我给你来一道不一样的菜，它就叫笋衣鸡片。这个笋衣平时啊，我们都不爱吃，就是笋外面那壳吗？皮儿，壳里面的长出来老的就是壳。笋衣，竹笋里面最嫩那一层。要不要试一试？来一个，大概这个力度。越到后面越用劲儿是吧？在后面就用劲了，轻轻的转，慢一点，哎，哎，不错哎，漂亮，很好，很好，很好，毛茸茸的，哎，摸着很治愈，这个会麻手是吗？你不早说。现在我要起锅，烧一点水，把那个笋衣的苦涩味把它煮出来。啊，苦味煮掉。亮的，不断。我来一个。我跟你讲，我还是有点做饭的天赋的，挺棒的，只不过被主持耽误了。我要不然，我可能就在中央台的食堂干活，看看怎么样。透亮不透亮？好。现在我们就起锅上油，起锅上油。哎，有点下雨嘞。
来，我们首先就给他一点花椒，因为我们那道菜做出来它是麻辣鲜香的。这个是我们遵义的虾子辣椒。然后我们就轻轻的小火翻炒一下。喜欢吃辣就来一点那个花椒油，快速的翻炒。哎呦，漂亮！就颠锅特别帅。这个不用拿筷子了，直接拿手吧。对，一片一片的来。你拿到的这是鸡肉，大鸡大利。来。你拿到的这是笋衣，日子如雨后春笋一样节节高，随便尝啊。你拿的是一块鸡肉，也是肉啊。哎，聪明伶俐，尝尝。谢谢，来来来，李老师。这道菜用了两个重要的，一个是鸡，我们中医讲它有温补脾胃，益气养血，补肾益精，还有啊，活血脉，强筋骨，还有就是笋衣，这里面的营养价值很高。首先，它富含植物的优质蛋白质，还有富含竹笋的膳食纤维，特别含维生素维 C 含量特别高，所以吃这道菜会美容，还有增加免疫的作用。这两个菜合起来。更重要的膳食纤维，它能够促使肠道的蠕动。谢谢，谢谢龚师傅，谢谢，谢谢龚师傅。那就有请下一位老师了啊。好。我跟你讲，今天的最后一道菜，一定是最能体现咱们遵义当地饮食特色的羊肉，对吧？对吧？有请我们的杜老师。杜老师你好。杜师傅你好。你好，杜师傅。哎呀，杜老师，杜老师好，你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们习水的特色美食，黔北麻羊火锅。我黔北麻羊听说过吧？叫麻羊，黔北知道，黔北知道。这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它是在山上跑的，吃山泉水，吃中草药。那这个羊的身体好，哎对，肉质肯定也好。来吧，杜老师，你给我烧锅水。我给你烧水。对呀，穿一下。我今天我干的活都好有技术含量，烧水。我干什么？你也给我派点活吧。你把这个香菜给我掐一下。掐一下。这就是那个一般咱们水煮肉什么的菜底儿，大概是这个意思，好吧？你看我们羊肉。哦，这是不是已经是半成品了？半成品的。邵老师，你看这个羊肉，我觉得这都可以比较紧实，可以吃了的。那还做它干嘛？吃不就完了？有盐的。嗯，行了，这道菜做完了，谢谢大家。这个羊肉哇，真的好吃，而且它没有那个羊肉的膻味，膻味比较轻。这个相当于就是火锅的底料。对，加入高度白酒，可以去除羊肉的膻味，提鲜增香。特别是喜酒加上1988，自带醇厚风味，更能激发羊肉的鲜美。哇！好棒啊，红红火火的。好，黔北麻羊火锅出锅，鼓掌。我想问一个问题，好，如果我一个人把这一锅吃完会怎么样？
放心，有我在就没有任何问题，是吧？我给你保驾护航。如果确实吃的太多，按摩几个穴位可以达到促消化的作用。一个是肚脐眼往上四寸，正中间有一个叫做中脘穴，我们用劲按一按。哎，中脘穴旁开两寸，两门穴这两边的揉一揉，把这几个穴位按一按，就会感到很舒服。你别说，把这两个穴位按一按，现在好饿呀！来吧，李老师。好的。雨过天晴的感觉，哇，阳光出来了，真的。咱们这个遵义啊，美食和天之间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一座羊肉，阳光灿烂，阳光明媚，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天人合一，是吧？来吧，我也端给大家尝一尝，来吧，尝尝，尝尝尝尝，太好吃了。我保证您没吃过这么地道的麻羊，哎，带皮，带皮吃最好吃，带皮一定要带着皮。我们的《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羊能够温补脾胃，益气养血，治虚劳寒冷。如果你感到全身乏力、腰气酸的，特别是后背特别冷，吃这道菜特别好。所以，所有的来到遵义的朋友们。一定别忘了吃这道菜啊！我觉得再好的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你做完了就算自己吃，没有幸福感。大家一块分享，越分享越好吃，是吧？赵老师，看到大家今天这么喜欢吃我做的这道武汉羊肉。我作为习俗人，给大家送一份礼物。哦，哎，高原麻羊，这是，你是这个麻羊，这就是这个麻羊吗？对对对对对。哇，这习水麻羊是习水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咱们半坡山上的高原麻羊更是优中选优，味道鲜美，正好带回就去给家人尝尝。其实咱们贵州啊，有很多非常棒的这个农特产品，但是呢，在大山深处，有的时候无人知。所以喜酒相当于是用自己的这个产业链的优势，帮助大山里的农民打造这样一个品牌，然后用这样的一种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发展来为当地的农民百姓增收，相当于它是尽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咱们喜水很早就有以馈赠羊为美的这样一个习俗，最高礼遇了。哎，我们今天这个沿袭下来，咱们这样，我把这一份送给咱们现场的一位观众吧，这份礼物送给你，希望你和家人好好分享。谢谢，谢谢杜师傅，也谢谢您带来的这份心意和礼物。听说我们要来执行一个神秘的任务。是的，有一个神秘的嘉宾正在等着我们。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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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厨，你好。大厨是做什么菜系？做前菜。前菜。做前菜。啊。这市场挺大的。我们老百姓都喜欢在这个市场来逛。在市场看到那种新鲜的食材，很开心啊！逛当地的市场就可以知道这边的人平常吃点什么。对，逛菜市场是一种幸福的感觉。这边是在卖豆腐吗？恋爱豆腐糕，贵阳的名小吃。这个灵魂就要有折耳根，没有折耳根，这个豆腐糕它就不香。可以尝下嘛哈。
啊，折耳根那个味道呛口呛出来了，对，好吃噻。它是很清香的味道。这是炸折耳根，哎，对。这种做法其实更能吃到折耳根的味道，是因为它用面糊包起来了之后呢，油温让面糊在外面形成一个隔热层，它其实是靠折耳根本身的水分把它蒸熟的。好一家，哎，里面有千层。好，谢谢啊。怎么样？它就是一个青草味。但我是很好奇，这个泡在水里的，这是果汁吗？折耳根饮料。嗯，来，美女尝试一下。折耳根柠檬茶，酸酸甜甜的。放了柠檬，还有什么？再放一个整根的折耳根。这个是贵州血统的检测剂，你喝了就是贵州人了。我吃了这个，然后再吃了这个，然后再喝了这个，就是贵州人了。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它其实很清淡，然后呢，折耳根的味道并没有吃着呛口，它毕竟是泡在里面的。哦，要排序的话，就是这个味道是最重的，然后是这个，然后可能是那个。对，折耳根在贵州可以有一百种吃法吧。《本草纲目》就是叫鱼腥草，它有消炎的作用。哦，它比较凉性，吃海鲜，比如说吃螃蟹啊，要少吃一点。我们吃火锅做蘸料，它就降火。哦，你看贵州人会搭配吗？会搭配。折耳根的量是多少呀？一年的话，贵州整个消费折耳根20万吨以上。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在吃，顿顿吃。这是真爱了。折耳根，这折耳根好吃。您教我们怎么挑好不好？折耳根呢，我们就尽量挑干干净净的这种，稀少一点的。哦。纹板一点，你来挑。那就是挑胖的，这个很胖。哎，对对对。白白胖胖的。几块钱一把？多少钱啊？5块钱两把。哦。5块钱两块五一把。啊。哦。我们三把6块钱好不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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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哎呦。没有关系，可以可以可以。你知道到菜市场啊，你要是不讲下来，那一毛半毛的，哎，手痒。优惠你的哈，优惠过的啊，优惠你的，谢谢谢谢娘娘，不用谢，生意兴隆，娘娘。好，谢谢你，6块钱买单。一个人控4个锅，同时在炒。我已经是做了20多年的了。我们贵阳的辣子鸡吃起口感很糯，很香，很香。说公鸡跟母鸡的差别？嗯，有，但是炒鸡的话，还是吃公鸡比较好吃的。母鸡的话，炒起来比较柴，不好吃。哦，尝一下呗。哇，好吃哦！好吃，有嫩过好吃哦。超级好吃，你看那个鸡肉那个汁水就一直往下，就是往外冒。这个辣还真的就是辣而不猛，它香还没有那么辣。对对对，不猛。那种热的吃真的没有这么燥哈。好的，刘姐，生意兴隆，我们继续再去逛逛。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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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有需要吃辣子鸡就来了哈。好的好的。Thank you.
三餐四季厨房，你们好。今天大家都有口福了，别走啊。啊，今天我们就做一个凉拌的，做一个炒腊肉，折耳根炒腊肉。对，哇，香香的，香的。就这两个是本地人最正宗最爱吃的。对对对对对，那我们一起吧。好，我们来打打下手。折耳根是就一定要把叶子，就把那个猪耳朵那个折掉，就是叶子也可以吃。叶子就这么生吃吗？拌着吃，凉拌。凉拌。凉拌好吃的很。为什么不排成一列用刀切呢？刀切的不行，刀切的它有脑嫩，你分不住，是吧？还有呢，如果凉拌的，我们还最好是掐，没有那个铁锈器，没有那个铁锈器。看着都想吃了，看着就想吃了，嗯，生吃也想吃，可以吃啊，这可以吃的，可以吃的啊，可以吃的，可以吃。所以就是你们平时看着电视追剧的时候，就加一点折耳根吃，折耳根附体，我们贵阳人。好，现在我们凉拌折耳根哈。凉拌折耳根，先尝尝看。哇，浓郁，鲜香。我吃到就是一种很春天的味道。啊，春天的味道，对对对。这样我给大家分一点啊，来尝尝。好。我们贵阳的味道。嗯，来来，好不好吃？好吃得很，好吃，好吃，好吃。我们拌的怎么样，娘娘？太正宗了。可以可以。我以为味道太重了，太重，太正宗了，太正宗了。好，接下来的环节。是折耳根炒腊肉。推荐，它那个折耳根的脆鲜嫩，水分全在里面，腊肉的咸香一下就激出来了。腊肉跟那个折耳根拌着一起嚼，对，然后加上了点这个苦蒜，各个地方都有腊肉，对。但是就是你要跟着折耳根一起吃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这是贵州的折耳根炒腊肉，对，解腻，这个太有地方特色了，全给你们，谢谢，来哦来哦来哦，尝尝，哇。试试看啊！这个下班，超级下班。对，真的香的腊肉。接下来我们还做了丝娃娃皮。丝娃娃，就小春卷吧。哦。为什么叫丝娃娃？它就是里面包的是各种丝。丝包裹以后啊，就像我们那个襁褓中的婴儿一样的。哦。丝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那然后我们要做皮。我们要做皮，好的。
做这个皮就要会甩这个皮，啊，不然你烙不起饼啊。哇，它好像是长在你的手上的一样。然后我们可以这样甩，可以这样甩，你看它不会掉。好想试哦，试一下哈。没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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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看到。哎，这个姿势，哎，姿势很到位，好，很厉害，快一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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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大豆总裁那味儿出来了哈，Cool， 啊，你看看，什么叫丝娃娃？可以，厉害厉害厉害，差点就熟了，这馒头。等一下，给你们对比一下哈，这个是师傅做的，灰了，就是，哎，是不是发现它就是好像有爱心哦，好可爱。哇，这个爱心谁想要吃？是，哇哦！我们三个王属于王炸牌丝娃娃。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的环节了，你们都喜欢吃什么丝？折耳根。折耳根。还有什么？折耳根搞烂了肉。烂肉搞到丝娃娃里头。刚刚是折耳根炒烂肉，现在是丝娃娃搞烂肉。搞烂肉。你看这个就有木姜子，啊，这个酸汤就有木姜子，蘸水。这个我先示范一个哈，你喜欢什么就放什么。吃什么？啊，就是一个综合的口味。哎，你看，这样的话把它遮过来，这边要遮过去，是吧？然后这里呢也给它遮一下。遮一下，所以这个才叫像包娃娃一样的叫丝娃娃。所以说叫襁褓中的小孩子。我们贵阳人，他喜欢加辣椒哈，你吃的时候是这样的，就蘸水，哎，就哇，让它全浸进去。然后我们吃的时候就要瓢兜着，哎，不要到处跑。这是近两个小时以来王大厨唯一一次根本不想讲话。通常不会包的都可以拿两片夹起来。哦，就必须要给它包成襁褓中的样子。对，先吃点红萝卜，让你红红火火。上面要宽一点，宽一点，宽一点，对。好。哎，喂，你直接就蘸了。要尝一下这个辣的。要给它浸透，对，勺子兜住，那个有点漏，蘸水真的是灵魂，对对对。然后我们刚才做的这个饼皮啊，香香甜甜的，太好吃了，就是这个酸味让你觉得很清爽，嗯，做一点给大家吃好不好？来尝尝看，怎么样？一口就吃。啊啊！一口闷。我们这边就一口。怎么样？好不好吃？好吃。我也要，我也要。姐姐吃一个。大家来吧，自己来。其实贵阳一直是在我想去城市的心愿清单当中的。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山中有城，城中有山，还有很多风味美食，是非常理想的人间世外桃源。你看
没有感觉一秒就沉醉了，空气中全是酒糟的味道。肖老师，肖老师，你好，终于见着了，我在赤水河边等你们好久了。哎呀，辛苦您了。这个地方，肖老师跟孟老师知道是什么地方吗？赤水河畔嘛，叫席部九谷。赤水河是我们的英雄河，这里是红军长征的时候就是二渡跟四渡的渡口。渡口，红军就是在这条赤水河上完成了整个四渡，从被动走向主动，然后以少胜多。这条河流孕育了两岸的人民，同时也孕育出了很多独特的饮食文化。而且这一条河它流经的四分之三的地方都是在森林覆盖的高山峡谷之间，所以水质非常清澈。加上河两边有红色的丹霞地貌的砂石，它的缝隙比较大，透气性非常好。它做窖泥的时候，可以用很多的矿物质参与我们的谷物的发酵，所以这个地方从它的自然生态、水质，还有所有的矿物质，全都是宝贝。因此，它既是母亲河，更是美酒河。所以这条河里全是宝。是的，我跟小夏一路走过来，他说他已经沉醉了，闻到了酒香。它两岸的微生物群都是可以用来酿酒的嘛，所以我们说技术可以搬走，可以传承，但是自然环境你是搬不走的。其实经典就是在漫长的历史积淀当中沉淀下来的最香最美的东西，它已经用时间把那些不必要的，把那些有瑕疵的，把那些被时间淘汰的东西都已经远远地抛开了，留下的都是最经典的、错不了的东西。就像这里酿的纯酒一般。是。而且这条河它比较古老跟神秘，这一条河上有一个古老的席国。席部九谷，这个席就是会飞的鱼，是吧？然后也是鱼龙的意思。嗯。看今天我们有没有运气，就是能够碰到飞鱼。我们这边有一首打油诗啊，不管人生无何有，但愿河流变美酒，终日躺在沙滩上，一浪打来喝一口，水好清好舒服呀。那我们现在就去土城。土城是这条赤水河上一个古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盐运码头。走。这两边的全是以前的老宅，太有这个文化气息了。他们在这吃路边吃啥子？这是，哎，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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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子？黄粑，黄粑。这个黄粑是拿什么做的？这是用当地的糯米和红糖。哎，要不要尝一下嘛？请您吃一个。因为我看你们俩这一盘，你俩也吃不完。这边有一个风俗，如果是别人送你的黄粑的话，得把叶子都一起吃完，才能够表示感谢。您别蒙我。真的假的？哪儿也不会有这样的风俗。黄粑还有一个传说呢，三国的时候诸葛亮呢在这边带兵打仗，当时呢就是已经在快要开饭的时候，但是突然之间要迎敌，突然间敌军来袭，对，那打了一天一夜，等回来的时候，身上的那个米饭跟豆浆颜色也变了，味道也变了，最后就有了黄粑这个东西。我们有一句话说，很多美食都源于美丽的事物。对，一个可能过去非常规的操作，但是诞生了一个美食的传奇。好，谢谢啊，谢谢，这一块我们就拿走了啊。好，谢谢谢谢。李大姐啊，夏老师好。你好，你好，我带他们过来瞧瞧。欢迎你们吃汤圆，这就是烧汤圆。我才发现它的馅儿不是什么甜的，好像像香菇肉。您这感觉像饺子馅儿哦。好大个儿。我觉得像包子。它跟我们平常吃的汤圆不一样，我们平常吃的汤圆是白的。这个是黄的。黄的，为啥呢？它应该就是用的那个红薯面。啊，叫红薯面叫这种，软的啊。
点我们这个地方的灵魂折耳根，然后再加上一点我们的油辣椒。哎呀，每个人就一个汤圆，你还搞这么多调料。所有复杂的程序背后是要挑起我们对美食的那样一种期待。怎么样，好吃吧？好吃吧。嗯，就这一口下去，酸甜苦辣全有。哎，生活的味道，甜美的烧汤圆。好，这边和尚人家像这样一种红烧，把它变化各种做法出来了以后，其实我觉得体现的是我们土城人民对生活的那样一种热爱。热爱。嗯，对。其实码头是我们的姑娘在守，在守着，男人都在河上船上。其实守家也不易，奔波也不易，所以土城有一个民谣叫桑木的鸡，二郎的酒，土城的姑娘家家有，其实就说的是泼辣能干能持家。土城姑娘，土城的姑娘家家有，土城的姑娘家家有。到这儿来特别有这个想买东西的欲望，因为这些东西你平时在城市里你也能见到，真空包装的，物流给你送过来，它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你能看着是这个姐姐一个一个给你搓出来的，你是和作者面对面。下头下去就是蔡家坨，我们说的是思盐码头。以前在土城搞创作的时候，我走到了这一户人家，经常跟他们来聊天，所以经常到他们家来，有美食。那是五哥，小老师你好，欢迎你们。哎，你好，五哥，我带他们来吃饭，可以不？哦，知道了。哦，这就是五哥他们家了。这栋房子的背后是一渡赤水的。渡口叫魂旗口，站在这儿看着闪着夕阳的那种光，你会有一种向过往、向历史致敬的那样一种，带点沧桑，也带点庄束的那种感情。除了缅怀之外，我觉得是一种安然。你可以什么都想，你也可以什么都不想，而且也是一种告慰。我们今天的生活其实就是他们奋斗的目标。河流滚滚向前，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它永远不会消失，不会消失的。这盛世如你所愿。要不要喝点汤？我带一种特色的油茶汤。油茶也是这儿的吗？在我们乌江那边也是山比较多，那很多老百姓都是早上扛着锄头就上山了，所以基本上就干一整天，那么中午的时候就会又犯困又饿，就发明了一个油茶汤，所以油茶汤也叫干劲汤。你看擦不擦盐？哎，我可以了。你擦盐不？再来一点，我就拿手抓一点。啊，这个正宗。可以。我喜欢您在小说里有一句话：“脚板是江湖，烟火是人家。”这句话当时也是来自于土城。我当时采风的时候嘛，他们就给我说了一句话：“土城。”白天是千人拱手的那种拉线的场面，然后夜晚呢是万盏明灯的那样一种繁华景象，那岸上所有的灯都是等船上的人回来，他们的脚板在运盐的路上一步一步踩出来的是江湖的豪情，但是等在家里头的烟火是我们要守护的人心。嗯，现在不管走到多远了，以后我回到老家，我都会跑去喝一碗油茶汤。有时候你就觉得，回到家乡了以后，这一碗油茶汤应该是寄托的是你成长的所有的记忆。饮食的背后，我感觉还是情感的东西在里头比较多。所以味蕾最终触及的是心灵和思想。我们开饭了。可以，开饭吧。
一看这个颜色，就是咱们贵州遵义的饮食色彩，全是红彤彤的。今天我们这桌上的菜呢，基本上是来自于两条河流，一条是赤水河，一条是乌江。乌江流域里头还有一个特色的东西叫辣子汤。辣子汤呢，它有一个传说，说的是曾经有一户人家在娶新媳妇儿的时候，就有人唆使那个婆婆说，哎呀，新媳妇儿进屋了，你给她一点脸色看看，给个下马威，给她做一碗很辣的辣子汤。后来呢，就是婆婆很善良，就觉得媳妇儿嫁过来了以后就像自己的闺女一样，怎么可能用辣椒去辣她呢？就用泡椒做了一锅叫辣子汤，看上去很辣，但是实际上它不辣。其实新媳妇儿也知道其实婆婆很爱她，就微笑的把这一锅汤给吃下去了。那么后来呢，我们就用辣子汤呢形容家庭的和谐，以及家庭当中人跟人双向的奔赴。然后这个呢，这个形状是不是像一条会飞的鱼？像鲫鱼。这就是那个飞鱼。飞鱼。哇哦。嗯，然后这个就是辣子鸡了。哦，这个是辣子鸡。辣子鸡。大老师已经垂涎欲滴了。您把筷子给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来。我都闻着了。空气当中弥漫着酒香。说到这儿啊，咱们刚好来品一品美酒河、赤水河的河水搭配这个河谷的糯小高粱，共同诞生的这个天地精华。而且这个喜酒啊，它的酒体是特别圆润饱满、细腻丝滑的，闻起来是酱香浓郁、和谐舒适的。君子品之，岁月绵长。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咱们还真是三人，来吧。谢谢。我不知道萨老师跟孟老师听说过我们贵州的黄小溪请你吃晚饭。哦，我听过，这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以为黄小溪是一个人的名字，其实是代表了我们贵州的六个景区。黄是我们的黄果树，小呢，荔波小曲孔，溪呢是我们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苗寨，西江苗寨，千户苗寨，哇，那个规模。吃晚饭其实就跟我们这条河有关，它是一个谐音。那我一说吃晚饭的池，你们就知道了。赤水河，赤水丹霞，赤水丹霞地貌。晚，就是万峰林。哦，万峰林。嗯，饭，通梵，梵净山。梵净山。哎，对。所以就是我们贵州的六大景区，也象征着整个贵州人民等着你们来游山玩水、上春山。黄小溪，请你吃晚饭。都说这儿的人特别慢，像我们说来的那个晚上，我们是晚上九点多到的。嗯，就那个夜晚啊，人们都悠闲地走在街上，还有一种车水马龙，但是又是在这种青山绿水之间，你就觉得整个人一下就松了下来，找到了内心最本真的那样一种快乐。就像那句话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对，我们其实归根结底，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是。那么其实不管是在异乡的路上，还是在归乡的路上，还是就是在故乡，真正让我们心能够静下来的，无非是一盏灯，一碗饭，有点恋恋不舍了。来贵州，无论你来多少次，你都会觉得自己是第一次来。对，因为它永远给你展现的是多彩，人的色彩，食物的色彩，建筑、文化，所有这些东西，你每次来都能看到新的东西。在遵义这几天当中啊，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这是一座充满了火辣的劲头的城市。可能辣，恰恰就是这个城市一种味觉的标志。辣得得体，辣得火热，辣得充满自信。
这种辣的千变万化，正是这座城市的人们对生活的一种渴求。我期待着在未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这种火辣当中，去享有更红火的日子，一往无前。就是我们贵阳一个非常大的生活广场，啊，公园就是这种，大家就是出来下棋，三三两两啊。对 ，Hello，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好，请问一下，就是贵阳这边的人晚上都吃什么呀？晚上吃火锅，啊，真的，豆豉火锅，辣子鸡火锅，豆米火锅，干汤火锅，贵阳吃豆豉火锅。又是火锅，对对对，在贵阳万物皆可火锅。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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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迅速的这个接访之后，关键词就是火锅。火锅，对，首选应该是豆豉火锅。那就走。豆豉火锅。这里不就是豆豉？豆豉火锅。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很浓郁的一种臭味？哦，我闻到了。哇，进来味道更浓郁了。你们平常常常吃这个吗？对，我们平常就吃火锅。邀请大哥来，坐坐坐，谢谢。来。这个就是豆豉火锅，对，这个豆豉火锅。哦，如果点的话，一定要尝一下这个软的。对，这个，这个可以冷着吃。我也尝尝。也可以下在里面吃。也可以下在里面吃，它下在里面吃的味道又不一样了。哦，嗯，我很好奇一点，为什么大家都在推荐火锅？就是贵阳人超爱吃火锅的，是吗？对，在我们贵阳这边，火锅品类很多很多，啊，有豆豉火锅、豆米火锅、酸汤鱼火锅。贵阳的火锅，是我们全国。火锅种类最多的城市之一，对，光是锅底它就有麻辣、清汤、酸辣、糟辣，就是比起其他城市的那种重牛油的火锅，我们的每一种火锅味道都特别独特、鲜香。你们觉得为什么贵州人会这么爱吃火锅呢？我们吃火锅呢，就是会出汗，啊，就是厨师排湿，对。难怪你皮肤那么好，多吃火锅，对，多吃火锅排排汗。哎哎，那这样，老板。我们点一份这个豆豉火锅。这豆豉火锅是闻起来是臭的，从外面闻的是臭的，吃起来是挺香的。嗯，而且有点停不下来。哎，对。哇，这个肉末好香啊！是啊。嗯，好吃。这个豆豉有什么讲究吗？有，工序很多。发酵好了以后，大家起丝嘛，起丝了啊，就是最佳位置了。其实这个店开了多久了？我开了20多年了。一直在这个位置？不是在这里，以前我在六盘水开。哦。那原来你是做什么的呢？就是20年前。哇，我做的东西多，什么都做过，人嘛是三阶草嘛。做什么东西不可能样样都顺嘛，后面就和老丈人他们一商量呗，他们说
当地人喜欢吃这个，好，我就做这个。但是做失败，全部做失败，不合口味。我一开始应该才26块钱。好难好难。哎呀，都灰心了，想了想了，后面还是想，就说古人讲的嘛，万事起头难，万事开头难，要坚持。对，坚持，哎，就是胜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就这样一坚持嘛，就来了嘛。哎，那我很好奇哦，女孩子哦，我看你女儿也是漂漂亮亮的，难道不会觉得这个，哎呀，有一些气味，人家女孩子都香香的，我臭臭的，她怎么会愿意做这件事儿？我跟你讲，我做这个事了，我姑娘是反对的，但是后面我跟她感动到，她自己来给我洗碗。哦，过年嘛，不是，家家门都关门了嘛，好多人都是找不到东西吃的。是。啊，就这样，初二我就开门了，那一开门全部来了，生意就好嘛，就几大盆碗在那里。哦，姑娘来看到了，说老爸，我给你洗碗啊，几大盆啊，这一洗就演了，洗出来洗到晚上12点多钟。但是深深知道你的不容易，那还是懂。这些年轻娃娃现在还好。现在他学到一点什么呢？坚持，哎，小周，来了，我们聊聊天吧。小周，年纪小的时候，其实一定是不理解的。小的时候虚荣心比较强，那个时候觉得怕同学知道我爸爸是卖火锅的，所以我就给我爸爸说：“我说你等我毕业了，你再卖可不可以？”哦，当时。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你还讲面子，理智都没有了，勤劳做出来的，不是偷来的，怎么没有自信？所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会特别特别理解爸爸？是那次洗碗吗？嗯，就是从我觉得我爸爸在他很人生很辉煌的时候，他也没有太。就是享受过，然后后来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被打倒。其实我觉得我爸爸真的是挺厉害的，所以后来在他做这个火锅以后，我就在想，我尽我自己的能力，能够让他过得好一点。你们也不知道，这个姑娘孝顺得很，我骄傲得很。后面她赚到钱了，给你一个惊喜了，悄悄的。哇！那我喜欢开车，她给我买一台车。哇，给爸爸买了台车。你说厉不厉害？我爸爸他修车修得很好，开车也开得很好。然后我就说，尽我的能力给他买一个新车吧。带我去，已经给你订好了。哎呀，我一看一个新车，安逸了。哇！看到那个车的时候，什么心情？眼泪水都要出来了，眼泪哗哗转啊，真的。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专注高端风味油。本栏目由中粮茯苓门家乡味食用油赞助播出。没想到，就是美食背后还有这么多父女之间感人的故事。贵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过去的贵阳非常缺盐。聪明的贵阳人发明了很多代盐的方式，比如说辣椒、酸汤，而如今这也成为了这里的美食名片。其实贵阳自古以来非常潮湿，微生物是食物的克星，而他们非常聪明地用微生物通过发酵的方式变成美食的伴侣。这里的食材风味与山川人文共同造就了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人间美食。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生活最本质、最朴素的那种幸福吧。就像我们这个节目，
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